攻击力还是法强呢？法强吧，来，法强小王吧，求你了，呵呵，别看了。哎呀，我知道我是辅助，我辅助王八有问题吗？辅助就不能是王八了吗？也可以是王八的。你想扔个西瓜皮，那就对了，就是要这种感觉，兄弟。我是一只牵牛花，嘿。我也插个眼儿，我拱你，没事啊，我们开个壳子，随时没血了，而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血。推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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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女警就得推线，我跟你们说，玩女警不推线就别玩女警。你说人家先生了，你还上去点人家，我是真没想到啊，给我杀锤石就杀锤石。不要惊讶，不要害怕，小王八得爆炸，区区就是这么的高。哎，不行，我有点串味了，等会儿啊，嗯，冷静一下。你不补刀，那刀我的了啊。Boom， 脑洞。你给我 A 一下啊！这怎么回事呢？给我踩夹！好，正好随时给我勾的那个卢仙旁边，然后被我那个震给震死了。可以啊。该逃跑了。女警辅助的不错啊。有 W 没？没事，我死死吧。给我下当了，我天哪，给我下当了，我日炎了。来吧，给我下当了，行。蓝天来月塔，我无敌了。我已经无敌了，我现在越他妈塔，我随便越。蓝枪打了一个 N 字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咱已经无敌了啊！三级小日炎了，嗯，行不行？没事啊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我给你扛可以，但是别急。好勾，谁爱枪子啊？打我的龟！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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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了！哎呀，这后车，好，来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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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赢了，不赢了，不赢了！哎呀，哈哈，这波。这波有点不太对劲啊，这波不对劲啊，没给我加血啊，这女警，这波不对劲，我上当了，这是铁铁的上当了呀，兄弟们，这是上当了。别说话啊！别说话！别给我点信号！别说话！这波是女警有点问题，啊？女警还打野双排的吧？不知道啊，谁知道他俩是不是双排的呀？
让对面还给杀回来了，给你们狠的。我想想，我是主 E 还是主 W？ 我决定 W E 对点。跟我来，跟我来，跟我来，跟我来！给我杀来！你给我放夹呀！你会不会点人，兄弟？就哎，右键 A 一下那么费劲吗？放夹子啊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！你怕啥呀？你相信我呀？你不相信我，咱俩玩啥 ？ADC 跟辅助就相当于是一个小情侣。你不信我，我不信你，俺俩就别过了。夫妻之间的信任他得有。这锤石有点厉害，要单杀女警。上去勾引，上去勾引。推塔，推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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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杀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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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跑那么远干啥？妈呀！你妈了个巴子的！滚，离婚了，啊！不跟你玩了，自己爱咋玩咋玩，我去找别人去了，我出轨了。我过不去，你残疾呀，过不去。你怎么就过不去呢？我就没明白，怎么就过不去？就走不会走吗？不会右键吗？右键不会用吗？就即使我死了，你知道吧？其实都行，我都无所谓，我可以死。咱们一个辅助换 AD， 血钻。你这整的这都越不了了，这回本来我们前期随便越的，不行了啊，走吧！你的加血个亿呢？行啊，行，留着。我可以挂机。还让我挂机，我把你挂树上，我把你挂树上，拿小皮鞭抽你，我还能挂机呢。35，我就清兵规则我都不给你，哎，我都不给你了，你爱玩不玩？哎呦，这锤石哪来的？不行啊，这得闪一手。这锤石怎么从草丛里边出来了呢？这锤石刚才不出来把女警杀了？哎呦，这锤石挺能忍耐呀。
哦，小鹿。不是吧？你们三个月他杀我来，来，将我击杀。这小鹿怎么死的？一会儿辅助卖了，不辅助了，生气了。哎，78，卖了，不要了。我跟不上。我会通知你的直系亲属。我跟不上啊！他这样上，我跟不上啊！我没法跟呢，我这咋跟呢？你说，我真的跟不上。他不是说我跟不上吗？我也跟不上，哎，我们也跟不上，我们以理服人，你跟不上，我也跟不上，咱俩都别跟上，谁也慌跟不上。这锤石怎么回事？给我杀！一个人打我有点痛，不过没有关系。先插个眼，可以追。乌鸦在不在？乌鸦在不在？我要起飞了！掏的，有没有意？炸的。回去了，打个眼。哎，别追了，打个红来。来来来来来，给你打红。这红不打？不打我自己打，你们爱打不打。有眼儿，就有眼儿，又能怎么样呢？就即使是有眼儿，这个红又为什么不能打？你说即使有眼儿，这红是不是也能打？小鹿死了，锤石死了，卢仙在下路呢，中路是个妖精，我们在野区有什么不能打？就有眼儿，我们也可以打呀。这卢仙也不行啊，哎呀，这卢仙确实不太行啊。我得要个小反甲才能有伤害，现在伤害不高，虽然我有小日炎，但是虚区它并不高。这怎么的呀？这啊，这怎么的呀？你说就 A 人都不会吗？这刚才这多简单的一个操作呀，就右键 A 去呗，你管你伤害是够是不够，你就 A 呗，又没让你扛塔，来人不行你打不过你就跑，对不对？也没让你干嘛，你说我跟不上啊，你他妈一个人搁塔下呢，你告诉我你跟不上，瞪俩眼珠子在那说瞎话，我跟不上。你不是跟不上，你是脑子跟不上，你确实是跟不上。
回家出日炎去。我应该闪现意不到，算了，不闪现嘲讽他。先把日炎除了，再把水银海给他除了。别跟我说那高分段低分段的，这属于脑子不够，这跟高低分段有什么区别？我跟人玩游戏，我不是跟傻子玩游戏呢。我要是这个是一个就是精神病区，那行啊，这个是一个精神病大区，你说行，哎，我就玩正常区的，让我去玩就行。老猴下边把猴给越了，我帮你把这猴给越了，来几个人，来来来来来，几个人啊，他干啥呀，他干他啥意思啊，这猴为什么十二级，瑞文才十一级啊，该睡觉喽，你该睡觉喽，给他扛一手啊，别急啊，别急，别急上，别急上，给队友扛个钩，就杀锤石，给队友扛塔，哎，可是我不掉血，不好意思，猴来了啊，我们有余震，他有点炎，不给我加血，行，我本以为人啊终究会改变，我没想到啊，狗改不了吃屎，明白了，不是智商是清华北大啥，咱不是说那种智商啊、哦、就是什么呢，这属于一加一等于二的问题，清华北大的知道一加一等于二不知道，幼儿园的知不知道一加一等于二也知道，他不知道，那你说他是什么类呢，他这是什么样的人呢？好，来杀女警！哎，杀女警，谁愿意杀我不管，我不管，你们也别打我。救一下瑞文，滚走，不着急上啊，这把看看到底怎么回事，乌鸦有点猛，还可以追，我们有扣变眼狼都可以，先插个眼啊，把蓝打了，来来来来来，来个人，换了我自己打吧，你们都别来了，
我一看这也没啥人想要这蓝，我拿了吧，正好我蓝不太够用。你干啥呢？你要拿红啊？我能让你舒舒服服的拿下来吗？这个红，你觉得？他伤害有点高，这没办法，咱们伤害确实不及他，但我也起到了干扰他的效果。可以上高地，来保护一下蓝枪。杀个猴先。没事，那个妖精只要敢上来，我就嘲讽他。给队友扛个钩啊，别让随时勾队友。可以先杀随时。你看那卢仙老打我，哎，打女警我不管，我走了，拜拜，谁管这女警谁傻的。我跟不上，快点回家。小龙可以要，你这都不需要他，我前排一顶。开个壳子，那他们想打我，那就打我，就没有用都。其实我都不打掉血，有闪没有？有没有异物呀？先杀猴来，先把这猴杀了。没事，他打不死这乌鸦。我们往前滚来。不能上来呀，这给我发战了！哎呦，扣下！哎呦，漂亮！再扣，滋啦 ！nice！ 我的乌鸦，出个反甲。你想想，没准是个妹子呢。妹子跟我又能有什么关系？我结婚了。你想干嘛？这猴挺狂妄啊，这哎不管，哎不管不管，哎这个不知道啊，这个不知道，这个跟不上啊，这个跟不上。猴你是真垃圾，这猴，这猴是真垃圾，这猴就杀这锤石，别人不杀。呀，钉没有钉吗？赶紧拆了吧，别折磨我了，快点下一把。好大，